太后生做的用的冷饮食菜提文化咯，因此太后总管伊文呢就派呢古代汉语文化知识考察，爱好生的来参加沙期的文化调查，大部分是自己田野调查，爱好生的看到民俗文化真实的样嘅。沙后来咪计划为团结条成果，适合来出天子书，大部分表露爱自己个体对客家文化有深切意，就做得看到几等的调查成果。舞台做文化扩展调查，年纪太后生，是天气不得客家乡外庙参加地方民俗文化，每同老家互通奉堂来感受地方文化。一个地区的文化，然后也算是比较小众的，所以就是越是比较小众的感觉，就更应该看重一下，就是不要让它默默的就这样消失。同学们也透过这一次户外的经验哦，学习到非常多，对他们来讲是有意义的一次实践哦。庙方当领土安尼来搞好风险，希望地方文化慢慢被大家来看到。没咁讲，就后生人感染，唔单单有新嘅想法，媒体靠种传统文化加强发展。认知太小，好嘅学生嘅吼，一贴贴来多啲啊，了解一下那个地方嘅客家文化，吼，再懂翻译吼，伊个地方按有心。年纪太后表示，要门课程结合固定元素同现代数位科技，希望学生实体去看到，发现到采取传统文化嘅精神，和传统当中来思考同创新。这条调查报告，他这边每位做天子书，透过描述同各家多人分享采取客家文化的故事。客家新闻罗文泰，头前报道。